我们继续讲《金刚经》。来，刚刚讲一啊，袈裟，接着既然讲了，就把它讲更多一点啊。这法义里面还有这个叫做海清啊，这个我们一般称为海清。又称为大袍，又称为袍啊。这来源是什么？这个来源呢？你看看，这个袖子很大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是古代皇帝赐给那个国师，高僧大德国师啊的那个一品大员穿的上朝的时候的那个袍嘛，所以这个袖子很大。你知道古代的那个官位大小哈，跟那个袖子的大小有关系。哎，官越大，这个袖子越大。那顺便讲一下，这个日本哦，他们那个官位大越大，那个后面拖的就越长，有没有？你们注意到？那为什？所以哦，因为古代就是皇帝赐给那个高僧的。然后国师的，后来就这样传下来，就变成就普遍了，就大家都模仿这样子，哎，好像都可以这样穿。那只不过这个高僧大德穿的颜色不一样啊。那为什么叫做海青呢？因为传说就是说，据说拿着这个有一种鸟叫海东青，那海东青啊，它这个翅膀很大，啊，那所以我们这个大袍啊，就像那个海东青一样，翅膀很大一样啊，所以就把它称为海青。然后那个大袍啊，因为这个是皇帝所赐，所以是一种荣誉，你知道啊，所以也是一种庄严，是最庄严的啊。那你看那个。古代读书人，他袖子都很长，对，他可以长，但是他不能，他可以这样长，很长，细细的，对，长长的，那盖过手，对，但是他不能这样宽，所以这个，比如说这个一品大员是这么长啊，这样子长，然后二品就这么，13品就这样子，然后越来越短，这样的，啊，乃至于。到了那个太监就变成是细细的，对不对啊？好，所以这个是等于就是说佛弟子的荣耀荣誉，才能够穿这个啊。那好，这个收起来，这是黑色的，对啊，就一般就是穿黑色的啊。那另外有这个咖啡色的啊，这也是海青啊。我为什么特地拿出来这个呢？这有作用的，因为以我们传统来讲，这个出家5年以上才可以，尤其是女众啊，才可以穿咖啡色的。海青，咖啡色的海青。但是现在大陆哈，这在家人也穿咖啡色的海青，这就很糟糕啊，这就不如法，越法那所以所以女众这出家5年才可以穿咖啡色啊，出家10年才可以为人剃度。那有的昨天自己受了三坛大戒，然后今天就给人家剃度了，这都不如法啊！所以记住啊，5年以上可以穿咖啡色的，然后10年以上可以为人剃度，否则就是不如法啊！这是佛制的，听懂吗？
男众也是一样，男众可能有的就是八年就可以剃度这样的啊，但是没有说一两年就给人家剃度了，因为五年学戒嘛，对不对？出家五年学戒，所以你在五年之内，你都还是菜鸟啊，你知道吧？要五年以上才是老鸟。因为啊，男众比较没有受这个限制，这穿衣比较没有受这些限制，这样的啊。那至于那个僧鞋僧袜呢，女众通常是穿黑色或是灰色的啊，但然后那个男众呢，通常如果他循规蹈矩的话，大概就是五年之内就穿灰色、黑色的，然后五年以上才可以穿褐色或是黄色的这样的。好，那接着，所以还有这黄海青啊，所以女众很少穿黄海青的啊。好，这就不用展示了啊，你就知道跟那个是一样的啊。现在来展示这个。这个叫做短衫，短衫裤或是短衫褂，啊，有一条裤子啦，裤子就是不方便拿出来哈，就这是个叫短衫啦，那长一点叫长衫嘛，啊，那一半的那个叫中褂，那中褂是在民国初年才发明的，以前没有中褂，啊，那么这是一般的平常时候穿的，啊，那如果是照那个。这个老一辈的哈，像我的剃度恩师他们那一辈啊，这个算是内衣啊，所以是不能够穿上街的啦，穿这个上街就很难看，乃至于他们那个时代啊，这个也不能穿中褂上街，一定要穿长衫才庄严，这样。好，那么这个是出家人的短褂，或是短衫。啊，短褂或短衫，好收起来。那这个是日本真言宗的坐物衣，就跟我们的短衫的用意是一样。平常在寺里面，在寺院里面穿的，来，赶快，你看它就是，是绑带子的，有没有看到啊？绑带子的，啊，那不是扣扣子的，所以。那但是他们就是加了一个这个松紧带，所以各有改良，我们改成扣子了，但是他们还是古代的这种绑带子的这样子啊，甚至于我们的那个袈裟是又扣如意，对不对啊？但是真言宗的还是古代的唐朝的时候那种绑带子的，就是一个布的环环，然后两条带子布带子绑起来啊，那这个叫做坐物衣啊，它有裤子啊，裤子是不是在那里？没有，哦，没有带来啊。好，在你腿上。这啊，这坐物衣是这裤子是这样子，我们的那个短衫裤哈，这个汉传的短衫裤啊，就是只差说它。这个坐物衣哈，真言宗的坐物衣，这个有裤脚有那个叫什么松紧带啦，那但是我们那个汉传的就没有这样子啊，哦。好，那现在要讲的这我要秀这个也有用意的。那个现在台湾那好可以收起来，一般的道场啊。现在已经很多道场都不穿海青幔衣了，啊，都没有海青幔衣。甚至于我在传法要灌顶的时候，规定要，海青幔衣啊，结果很多人没听过什么叫海青幔衣，所以你看看正法沉沦了，这个传了一千多年的传统就到此为止，很多道场就这样，而且是大道场哦，
是大山头的，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。另外呢，这个，所以他甚至于连受戒都没有慢衣，那就很可悲了，因为传法要传衣嘛。那顺便讲到这个慢衣哈，慢衣是什么？因为我们出家人是五条衣的，至少五条衣，但是慢衣就是一整片没有割截这样的，没有割截叫做慢衣。这是我们中国的传统，就是说出在家人就穿这个慢衣啊。那前一阵子呢，有一位大德啊，他做了一个讲了一句话哈，如石破天惊一样，这个整个佛教界哦，就大震动啊。他说，在家人不应该穿慢衣，所以穿慢衣是不如法，这个慢衣应该是出家人穿的。可是事实上没有这回事，出家人哪有穿慢衣？出家人一出家，这个沙弥就是穿五衣嘛，对不对？一定要割截啦，所以出家人最起码的沙弥就是五衣，就要一定要割截衣，对不对？虽然他的德行还不够，所以就割五截嘛，所以他的田比较少嘛，这个意思是真的是这样，不是开玩笑啊。那位大德这样讲啊，大骚动啊，然后很多人都害怕说啊，那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我已经穿慢衣穿这么久了，所以啊，语不惊人誓不休啊。我总是这个以传统为上，已经有传统了，那都是有佛祖、有诸佛祖师保证的，对不对？那有，所以这个就不会有问题。所以不管是医啊、法啊、各种制度啊，有传统的，那就我就尊重那个传统。有时候我是顺便讲，有时候那个传统不是很方便。譬如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譬如说我们出家人的僧袜，你那个僧袜的来源你知道吗？有没有？好，这个来源是什么？你有没有似曾相似的感觉？很像军人的绑腿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有没有记得那个玄奘大师像？有没有？他就是穿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他要穿那样子？那为什么我要这样子？因为以前这个求法参访啊，都是走路的嘛。那走路的，然后所以呢，就好像这袜子啊，就穿长长的、然后一方面是保护啊，因为很多草嘛，对不对？二方面也庄严这样子啊、所以但是庄严是庄严了、因为上面要用个松紧带，所以很不舒服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穿久了，穿一整天，尤其有的人流汗很多就不喜欢穿，对不对？那而且你那个绑得太紧了，会痒。可是因为尊重传统嘛，所以也不能抱怨了。这样，可是这样看起来确实是庄严嘛，对不对？要不然您看看，那个军人如果没有绑腿的话，然后每个人都穿个喇叭裤，您看好不好看？对不对？所以这样子绑起来，然后也有很精神抖擞，对不对？然后行动方便，这样子，就这样子了。所以这穿这个僧袜这个样子呢，就是等于也是一种精进呢、因为你要去，不管是参访啊，然后乞食啊，入众啊，求法、等等，都要穿着这个东西，这样才方便啊。所以这个现在这个，因为我提倡正法嘛，什么是正法？就传统的就正法，师师相传，佛佛相传，师师相传的，然后不是自己搞出来的，不是自己创造出来的，这就是正法。因为佛的法嘛，怎么会不正？是不是？所以佛祖相传，
啊，所以不要自己搞，自己搞的一定不会很正。还有这么说嘛，你那么厉害啊，你比佛还厉害，比祖师还厉害。祖师佛祖的法还不够，你要自己创，自创一格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你就让我们学佛是什么，就是一个依教奉行嘛，对不对？那你不依教，然后你自创，这奉行谁？奉行你啦。所以就我慢，我见，我直，具足充满，对不对啊？所以那个是不好啊。还有刚刚是讲说海清曼仪现在很多道场都不用了啊，然后用什么？用刚刚讲那个像那个坐衣那样子哈，所谓的居士服啊，然后你就看很多道场就穿着那个居士服那边拜佛，然后念佛念经，看起来很怪，是吧？一点都不庄严嘛，是不是？那有一些那个学日本佛教的，然后他也是穿着那个然后说所谓的说好像已经出家了，他说他出家了，然后就穿着那个坐衣到处跑啊，那人家看着就好像是好像是学武术的一样，所以也没有人会，即使他剃了头也没有人会叫他师父，有台湾啦，因为你好像是打拳的一样嘛，所以我们中国就是有这个传统，我觉得这个传统是好，传统是好，要不然怎么能够维持1000多年呢？是不是？所以应该要继续的维护保持这个传统，这是正法啊。好，所以不要自己随便的变造，不要自己变造任何法，然后搞噱头这样的。这佛法没有你搞噱头的余地，那你搞噱头啊，那就没头了。那就没头了。为什么？断头嘛，所以没头啊。好，接着讲入社会大乘起时，为什么要起时啊？第一个，离世间作业，因为你出家嘛，所以出家不只是出家，而是要离世间，要出世间嘛，对不对啊？所以离世间的一切作业，你这个事业也应该要停下来了，你不管多大的事业都应该要停下来，都不能再做了啊。所以你出了家还做世间的事业，那何必呢？对不对？第二个，不与俗争利啊，那你在家的时候你一定要跟别人竞争嘛，对不对？在事业上啊，在职业上都在竞争，甚至于不是这个公司，你这个公司跟别的公司竞争，同事之间也竞争，所以世间就是什么苦，就是有这个问题，因为争的关系。可是你不争又不行啊，对不对？你不竞争的话，那你就认输了，认输你就被淘汰了啊，所以很辛苦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同事与同事之间也要比业绩，是不是？很苦，但是你出家了，你不用比那个业绩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不与俗争利，不求俗利，对。那最近呢，就有人就出了家，然后喊说他不受供养，就不受供养怎么样呢？他就自食其力，写错了，自食其力。力量的力了啊，然后呢，就做手工啊，然后加工啊，做种种工艺品，鞋子、肥皂等等啊，然后也种菜，做馒头啊，
然后早上蒸了好几大锅馒头，然后出去卖这样子。啊，那你要卖馒头，你就不用出家了嘛，对不对？那你要做手工，也不用出家嘛，干嘛出家了又再去做手工，是不是？那所以这个更不像出家了，你知道吧？然后这是违戒的，那这违反戒律的，所以什么自食其力，这个是错的，你知道吧？然后事实上在跟世俗争利啊，你知道吧？然后有的就这个种了什么有机菜，然后说哦，这是师父种的有机菜，很好很好，大家都来买这样子。哎，干什么嘛，对不对？当然你种了你自己吃可以，或者是你种了，然后有信徒来，然后你就送给他吃，然后他供养常住，这是可以的。但是你这个，不管是用摩托车或是用这个半吨的是不是啊？那个货车啊，或是用单的到市场去卖，就是那就变卖菜的了嘛，不是师傅了嘛？当然也可以了，就卖菜师傅嘛。顺便我讲一个，这个20多年前有一个韩国的那个叫做禅师啊，他的专长是什么？泡菜。他那个泡菜一流的，很好吃，销路很大。那他到台湾来呢，然后有一个小杂志还给他做专题报道，那还称为禅师啊。那我就把他称为说泡菜禅师了，就乱搞，就乱搞，一塌糊涂，所以这个出家了，一切世间所做事业都应该停，乃至于你说什么琴棋书画什么，你多么行多么棒，也都应该放下来。你就说放不下，那乃叫出家呢，对不对？很多年前，有一个人这个竞选什么立法委员啊，还有什么竞选国大代表啊。那另外一个出家人问我说，他问的问题我就不会答，你知道吧？他问说，他出家了，为什么干嘛还要选立法委员呢？干嘛还要当立法委员啊，或者是当国大代表啊？我就不知道怎么答，可是其实我知道那答案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物以稀为贵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如果他如果没有出家，这国大代表轮不到他当了，那这个那因为他出了家嘛，所以这个就比较特殊嘛，那就有一些人搞不清楚啊，就护持他。这个很奇怪，所以末法时期不一而足。不过这个又比藏密又不一样。我们大圣的佛法，这个汉传佛法，光是选个立法委员，或是选个国大代表，就给人家骂了臭头，对不对？可是藏密里面那个喇嘛都是当王的，对不对？当王啊，然后县长啊、部长啊，那些都是喇嘛在做，你不做喇嘛还没办法做了。所以他们政教合一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跟我们汉传是完全两样。所以我们汉传呢很严格，就根本不能染这个世间的事。但是我们却好像允许这个藏传的他们有这个特权，这样的，这很奇怪。所以藏传佛教呢，就跟那个天主教是的教皇是一样的啦，它是政教不分的，政教合一，所以他是政治界的领袖啊，领导人，也是宗教的领导人，那我们汉传就不行，好，所以这个起始，第一个离世间作业，第二个不与俗争利，第三个折服我慢。折服我慢，
第四个修行无我，啊，所以因为折服我慢，所以能无我嘛。你无我才能够做这个事情。然后第五个修行等持，等持呢，就是因为跟众生接触，你去起食的时候跟众生接触，然后令他们种福田，相机为他们说法，啊，然后令他们福智增长，种菩提因，这样的。好，所以这个是起食的目的，有这么多种目的。离其城中，次第起矣。次第起，这是佛定的一个戒律啊，就说你出去托钵的时候，其实啊，一定要这个按照次第去起，也就是说，你经过这条街，然后碰到第一家就要起，第二家也要起。如果第一家已经起足了，就应该回去了。然后第一家起了，他给你一些不够，还不满钵，然后就一直起。但是最多可以起七家，如果七家都还不满钵，那也不能再起了。你说我还没满呢，还吃不饱，不行，你就应该要走了，啊。而且不能跳，你不能我起13579这样子，不可以，或是2468也不行，然后也不能这个专找这个大富人家去起这样子啊。那专找大富人家倒是比较容易理解，对不对？但是还有人专门找穷的起，大家社就是。大家是专门找穷人家起，为什么？他认为这穷人呢、啊，为什么今世穷？因为往昔啊，就不好布施，所以没有福啊。所以他为了令这些穷人能够得福，所以他专门只找那个穷人家去起食啊。那这很容易了解，对不对？这个不容易了解，对不对？啊，须菩提。他专门找富有的家人来起，他的说法又不一样。他说：“这富人呐、啊，不好修行，哎，因为他富足嘛，所以就很少想要修行的，他享乐都来不及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他专门找富人起，啊，那而且还有呢，富人呢、啊，他今世虽然享福，因为是以前修的福。”那这个福你如果不再继续修，福会享尽，福享尽了就堕落了啊，堕三恶道。所以须菩提以慈悲故，慈悲这些啊，悲悯这一些富人，所以专门是乞讨富人啊。结果呢，因为他们两个这个大阿罗汉啊，这做法不同啊，然后就有弟子啊就回去打小报告，哦，哎，说这个舍利弗跟大家舍啊，他们这样子做，然后于是佛就集众啊，就说这样子哈、啊，你各有各的理由，但是慈悲不平等啊，所以佛就制定说，从今开始次第起。而且只能起七家，不择贫富，贫跟富都不管，哎，这样子。好，那所以次第起是什么？第一个按照次第，一家一家一家，这不能跳啊。那第二个不过七家，最多能起七家。第三个无啊。这无分别起，就因为等持嘛，啊、哦，刚刚讲过大家社跟须菩提的关系，所以治这个戒，啊、哦，那为什么要治这个戒？因为必积贤，啊、哦，那这个大部分佛的戒，除了那些性戒以外，多半都是必积贤的。那为什么要必积贤呢？
这因为避免众生造罪，不是怕他们闲了、而是怕他们造罪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佛的弟子不是圣人，要不然就是有修行嘛，对不对？至少持戒嘛，那就是贤圣之人，那你说他的坏话就是谤圣人、谤贤圣，这罪很重啊。因为他有他的用心，你不了解，是不是啊？所以，但是佛就自戒，就是怕众生不了解，这样子就变成谤，那就造罪啊，反而不好，所以就治这个次第起。好，接着，次第起以还至本处，就回到原来地方，就是止还精舍了。饭食弃，吃完饭了以后呢，收衣钵。这个收衣钵当然自己收，然后自己洗啊。那洗足矣啊，然后就洗脚，因为佛也没穿鞋子啊啊，那就洗脚。洗完脚，敷坐而坐。这敷坐，自己敷坐，啊，哎，然后所以佛一直都是凡事都是自己做，啊，也就没有傲慢。譬如说，你记得那六祖坛经里面六祖大师，他自己去洗袈裟有没有？啊，那所以类似是都是这样的，凡事都自己做。这个佛一直到年老了以后才允许这个阿难当他的侍者，这样的。所以否则之前都是自己弄了啊。那凡事都自己做是表示什么？表示无慢，没有傲慢，与尊降贵啊。那这个所以那这个整个表示什么？你看看这个《金刚经》是这么深的经啊、哦，然后一开始的时候讲些什么？讲些闲话家常一样，是不是？这是闲话家常，什么？就叙述佛的平日的生活。平日生活怎么样？身体力行，对不对？所以因为你不要说佛如果要受天人的供养，那多的是，是不是啊？更何况还有呢，那些大富人家也常常希望能够供养佛啊，但是他就不愿意这样子。所以那他的弟子乞食，他也乞食，那甚至于他也可以这么说：好，你们去乞食，乞食回来拿来给我吃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对，也不会有人说他，是不是但是他就是什么身教，他自己教弟子这样做，自己也这样做，不会说我因为是佛，所以我特别啊，我有特别的待遇这样的啊。那这又表示什么？拿走，因为这一部经叫做《般若经》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般若是什么？要做的，就在生活中做啊。生活中离我慢，离我相贪着啊，所以这叫做离言般若。离言般若就是说，这不是离言般若的意思，就是说不是用话讲的，是用身体去做的。又称为离言法性，所以般若法性是离言语的，是要身体去做的。所以这就表示说，般若是可以做的，是要做的，而佛就这样做给我们看。所以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金刚般若。好，接着善现其请分，第二，啊，善现就是须菩提，啊，因为
为什么叫善现呢？这有个故事，就是说他在出生之前呢、啊，他们家的一些财宝都忽然不见了，然后那他一出世了以后，那些财宝又现出来了，所以叫善现。这样的十长老须菩提在大众中即从坐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恭敬而拜佛言：“长老，这长老有三种啊，第一个是僧年长老，第二个戒腊长老，第三个是法性长老。僧年长老就是说他年纪很大，啊，就是僧年长老。第二个戒腊长老就是他受戒很久，就是戒腊长老，就20年以上就可以称为长老了，这样子。那我也超过20年了，长而不老。法性长老就不管年纪多大，戒腊多少，而是正道法性，也就是正道了，开悟了，正道了，就叫法性长老。好，接着，即在大众中即从坐起，偏袒右肩，因为那个。南传的佛教，他们那个袈裟是两边披的啊。那如果要礼佛的时候，就要把右肩露出来，像我们讲这露右肩，对不对啊？那这表示尊敬啊。然后右膝着地啊，这右膝着地又称为胡跪。这胡跪的那个胡是印度的意思，不是乱跪啊。合掌恭敬而拜佛言：“昔有世尊，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护主诸菩萨。”啊，昔有世尊，这就是这个印度的这个传统啊，就是说跟长者或是他的老师讲话的时候，常常都是先称赞他，这样子称赞他的德性啊。这不只是印度啦，这个欧洲的也都是这样子啊。古代啊，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护念诸菩萨，这个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这个是如来的主德，主要的德啊，是什么呢？就护念菩萨啊，教化菩萨啊，然后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看那个《法华经》里面讲，佛主要教的不是声闻缘觉，也不是一般的众生，而是菩萨啊。为什么？因为要传承佛种，继佛种性，继承如来家业，所以佛主要传法的对象是菩萨，其他就是旁及一切众生，但是他最在意的是菩萨，因为菩萨才是继承他的人啊，继承他的法，他的志业的人啊。所以如来善护念，这护念里面就有加持的意思，护念加持。菩萨是佛法的继承人，是佛的接棒人，对不对？所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护主诸菩萨。护主就是教授、教戒、加持、成熟、成就，这样的护主啊。所以这两句话就讲出如来的主德跟主业啊，主要的事业。佛的主要的事业就是教授菩萨，成就菩萨啊。成就一尊菩萨，胜过成就千千万万的众生，对不对啊？
因为千千万万众生也没有能够荷担如来家业，但只要一尊菩萨就可以荷担如来家业。世尊，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云何应住，云何降伏其心。好，世尊，善男子善女人，这个善呢、是指出世间的善，也就是说要至少要持五戒十善，这样子的男子女人在佛法中才够资格称为善男子或善女人。不是说你这个人看起来很好，这样就是善男子。一定要持五戒十善。那但是这里的善男子善女人接着用持五戒十善乃至于持 如来的种种戒法，然后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，这你把那个发跟最后那个心画起来，所以就是发心啊。那这发心呢有很多种发心，你这行善布施做好事济贫读经打坐修法等等都是发心，一定要发心才能做这些事，对不对啊？但是须菩提在这里问的不是这些发心，乃至于说什么发心为道场做事啊，做义工啊，做志工啊那等等，或是供养道场，都不是指这些发心，而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那什么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？就是无上菩提心啊，就发无上菩提心的善男子善女人啊。云何应住，应云何住，应该我在最初学佛的时候看这个地方也是看得一愣一愣的，但是也没有地方说真的把它讲清楚，说怎么是云何应住，这是怪怪的，对不对啊？其实就是应云何住。那为什么要说云何应住呢，而不说应云何住？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中国文章写作的方法。因为下一句是云何降伏其心，对不对啊？好，因为这个文章写法里面呢、后面一句是云何降伏其心，对不对？那前面一句如果是因云何住，然后下面云何降伏其心，就读起来就不顺，知道吧？读起来不顺。那而且这两个句子是平行句 parallel， 那为了让它平衡，所以就把前面的那一个倒装一下，这样的啊。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因为这有写讲到我们这个中文写作的那个技巧啊，就说中文的修辞啊，这个写文章要不但意思要通，而且要念起来要顺，那最高的境界是要讲究那文气，这读起来这个文气很顺啊，乃至于委婉的时候有委婉的文气，然后有魄力的时候有魄力的文气啊等等，那庄严的时候有庄严的文气。那这个地方呢就是要让它的文气畅顺，所以呢就把它这个倒装一下第一句。所以云何应住，意思就是应云何住，这样的。所以因为一定有很多人就摸不着头脑，这为什么这样子啊？事实上我以前就摸不着头脑，那我都摸不着头脑了，那大概很多人都会这样子啦啊。可是偏偏就没有人把它直接的讲出来啊。好，云何应住，拿走。
云何应住？因云何住？因云何住的意思是什么？这个住就是住于法中啊。应该要怎么样才能够住于法中？那相对于住于法中的意思，相对于这个住是什么呢？犹疑千变不定，你搬来搬去的啊。那住于法中，这个法是指什么法？是指佛法。你住在佛法里面就不动了啊。所以住也有就是不动的意思，住在那里不动啊。那这表示什么？这表示你对佛法信心十足，而且以佛法为满足啊，以佛法为食物，对，所以不会跑东跑西的啊，就住于佛法啊。那所以他第一句问就说，善男子善女人如果已经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以后，他应该怎么样才能够住于佛法？他要怎么样住这样的啊。第二个，云何降伏其心？那怎么样才能够降伏他的心啊？那降伏的意思是什么？降伏就是调伏，这个里面包括除障、静心。所以如何，第一步说如何才能够住于佛法，第二步如何能够调伏他的维系的心相。你住下来以后，有时候还会蠢蠢欲动，这样懂吗？所以先问住，懂吗？哎，那所以先问住，住了以后要住的安稳啊，那住的坚定，那个时候就必须要调伏，调伏维系心相啊。你已经注意佛法了，一心注，所谓注意佛法就是什么？一心修行叫做注意佛法，一心修行，全心修行叫做注意佛法。那这个什么？这通常讲都必须要出家了，要不然你怎么能够一心修行？怎么？那你还要上班，对不对？哎，然后还要回去，还要哄孩子，然后要哄老婆，对不对？陪他看电视，然后周日还要陪他去郊游、跳舞啊、烤肉啊，是吧？所以你如何能一心修行、全心修行？太难了，不是说绝对不可能，但是太难了。然后所以你甚至你没有出家，你在家连不讲话的自由都没有，你一定要讲话，而且要讲很多的废话，你不能不讲，要不然你老婆说你怎么搞，你今天哑巴了，对啊。所以住于佛法，一心修行，全心修行，一心修行，全心修行以后，你那个心相维系心相还会动，所以那个时候就进一步调伏维系的心相，然后除系的障碍，这个除系障碍啊。因为第一个你要放下才能够住于佛法，对不对？所以出的障碍已经放下，已经断了，才能一心住于佛法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再等再进一步要住做降调伏其心，降伏其心的时候，就是降伏比较维系的心脏、心理的那个障碍啊。然后这个系的障碍除了，还要把它更进一步清净，清净啊。就静业式，把
所有的一切的那个心念都把它弄得干干净净的，都没有杂染的心念，这样不是没有心念，而是没有杂染的心念，哎，只有好的心念，这样只有庄严的心念。OK， 好，所以这个《金刚经》就是最重要的两个大法门，第一个是住，第二个是想。所以这个须菩提问的这个就大问题啊，如何住，然后如何想。可是这是什么样的人可以修到这个地步呢？菩萨摩诃萨，这是因为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就是菩萨摩诃萨。所以菩萨摩诃萨怎么，就须菩提就问说，菩萨摩诃萨他已经发了无上菩提心了，接着怎么修行，这句话就是意思啊，怎么修行，我已经发心了，怎么修行。就像普贤，就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他每到一个善知识的地方，就自己就就惭愧啊，然后就自成自己的这情况，就说某某善知识或是菩萨，我已经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我应如何修行。这一句话就完完全全是须菩提问的这句话的意思。所以善男子善女人已经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以后，应该怎么修行。那怎么修行他没有问的那么笼统，他就有设定一个范围，就怎么住怎么想，这样的啊。所以我告诉你，这部金刚经不是讲给普通人听的，不好意思，这个是讲给大菩萨听的，是为大菩萨问的，所以当机者是大菩萨，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善男子善女人。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实在是善哉善哉，所以佛下面的对啊，就这样的。所以这一部金刚经大家都在念，都在诵啊。那有人说，我爸爸是持《金刚经》的，不好。那怎么持呢？要持《金刚经》，你就必须要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讲到这里为止，下次继续。回向，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。不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你看阿舍利讲的《金刚经》不一样啊，赞不赞？拍手。